这颗啊是木星，这颗呢是土星，这两颗星星都是夜空中的行星，它们每天晚上的相对位置呢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除此之外啊，我们看到的满天的繁星，还有这条银河，全都是由恒星构成的。恒星的相对位置，它们是不动的，至少在我们的肉眼当中是看不到任何的相对变化的。 每当我们仰望星空，看着满天的繁星，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星星啊，在发生着闪烁。不过呢，这种闪烁啊，并不是由于星星的亮度本身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这是由于我们的地球大气对星光产生了扰动。如果我们能像古代的观星者一样，每天晚上呢，我们都盯着这些星星看，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行星的亮度啊，它是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的。这是因为啊。 行星到地球的距离其实呢是在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用肉眼看到恒星的亮度有任何的变化，除非呢，你像200多年前的古德里克一样，拥有一双无与伦比的锐利双眼。 英国人古德里克，他是一位聋哑人，但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古德里克拥有一双超强的眼睛，他从小痴迷于观星。1782年，年仅18岁的他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古德里克仅凭一双肉眼，不借助任何望远镜和其他仪器。 就测定了被称为魔星的英仙座贝塔星，它的亮度变化周期为2天20小时49分8秒，这与我们今天借助天文仪器的测量结果一致。更重要的是，古德里克对这个现象提出了一个解释：实际上，英仙座贝塔星是由一亮一暗两颗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 他们绕着共同的质星旋转，这才形成了周期性的明暗变化。因为这项成就，古德里克成为了英国最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这就相当于啊，他18岁就当选了科学院的院士。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到了1784年，他再次发现了一颗恒星，它的亮度呈周期性变化。 这颗恒星的学名叫仙王座Epsilon，中文名叫造父一，它的变光周期大约为5.4天。天文学家们发现，这颗恒星亮度变化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的周期性膨胀和收缩导致的，这是一颗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恒星。 这种类型的恒星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称，叫做造父变星。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颗北极星，它呢就是一颗典型的造父变星。大家看，这里是北斗七星，然后朝这个方向延长，到了这里就是北极星。研究恒星的光变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天文观测活动。随着人类的天文望远镜越照越大，观测精度的不断提升。 使得我们有能力发现另外一种类型的变光恒星。这种恒星的亮度变化是由于一种罕见的天文奇观形成的。
这种天象被称为行星凌日。行星绕着它的母恒星公转，每当它经过它的母恒星表面的时候呢，恒星的亮度会被遮挡住一部分，于是这颗恒星就会发生周期性的亮度变化，这就被称为行星凌日现象。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6月21日下午2:40左右，那么我在青藏高原的一个盐湖上，再过几分钟就在我的头顶将会上演一次罕见的日环食天象。这是因为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遮挡住了我们的太阳，所以就产生了日食现象。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时刻。但是当我们望向宇宙深处时，这种光度变化其实非常弱。例如每当木星挡住太阳，假如有外星人在观察，他们会看到太阳的亮度会降低大约1%。第一颗这样的恒星是在1995年被发现的，它就是飞马座51星。这颗恒星每隔7天光度就会下降1.7%，持续3个小时。这说明有一颗大约像木星那么大的行星每隔7天就绕着它转一周。它的发现者马约尔因为这项成就获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可以这么说，我们每次发现一颗新类型的变光恒星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天文学成果。所以呢，到了2015年，我们又发现了一颗奇特的变光恒星的时候，几乎就立即引发了天文学家还有天文爱好者们的轰动。这颗恒星的编号是 KIC 84628552，它一直隐藏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已经观察过的20多万颗恒星光变的数据中。这批数据在一个名为“行星猎手”的网站上被公布后，全世界的志愿者都来寻宝。很多志愿者都注意到了这颗恒星的奇特，给它打上了诸如“奇特”“有趣”“巨大的铃星”等标签。这引起了耶鲁大学的天文学家 Tabetha 的强烈兴趣。 Tabetha 对这颗恒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就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颗恒星不仅有趣，简直太奇葩了。 This is truly remarkable. 研究成果一公布，整个天文学圈子都轰动了，人们用 Tabetha 的昵称把它命名为塔比星。2009年1月份，它的亮度持续减弱，一周后又逐渐恢复亮度。这种变化规律不太可能是被一颗标准的行星遮挡造成的，因为行星遮挡总是干净利落，亮度马上下降，然后又平稳地维持数小时，然后又迅速地恢复。如果把亮度的变化用曲线表示出来，这根曲线是对称的，但塔比星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亮度下降与恢复阶段，从光变曲线上看是不对称的，这与已知的任何恒星光变理论都不相符。就是这一奇特的光变曲线引起了塔贝萨的强烈关注。到了2011年3月份啊，出现了令所有的天文学家们都大跌眼镜的新情况。塔比星的亮度在一个星期之内居然降低了15%之多，然后过了3天它又恢复了正常。可能你肉眼看着觉得这个变化很小，实际上对于恒星来说这已经是十分巨大的变化了。假如啊，这是由一颗行星的遮挡造成的，那么它与恒星的相对大小啊，就需要达到这么大。
这就让所有的科学家们觉得行星遮挡的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到了2013年的2月，塔比星再次挑战了天文学家们的想象力极限，这次的变化更加惊人，在光度曲线上出现了一连串的毛刺，有时候保持一两天，有时候则持续一周。这一连串的光度减弱现象陆陆续续持续了100天左右，下降幅度超过了20%。毫无疑问，塔比星系啊一定存在着某些非同寻常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呢，它奇特的变光曲线在开普勒望远镜的观测数据中是唯一的，可见啊塔比星有多奇特。从历史数据中不难看出，塔比星的光度似乎每隔800天左右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大幅度变动，断断续续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按照这个推算，2015年的4月又该出现一次变化，可惜那个时候开普勒望远镜刚好出现了故障，没有数据。如果这个规律准确，那么到2017年5月，塔比星又将开始一轮光度变化。果然，塔比星的光度变化如约而至。但奇怪的是呢，在2018年3月，塔比星也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光度下降，但2019年的光度变化却又姗姗来迟。一直到10月份，塔比星才再次出现明显的光度变化。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在所有天文学家的头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塔比星奇特的变光曲线呢？从每2年多一次大致有规律的大幅度的光度变化来看啊，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周期性的遮挡住了塔比星。但是啊，这样东西肯定不是一个具有对称结构的天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杰森·赖特等科学家就提出了一个猜想，这有没有可能是戴森球或者它的变体呢？当这个有点疯狂的猜想出现在科学家的正式论文中的时候啊，哎，瞬间就引爆了媒体。一条大新闻在2015年10月份被刷屏，科学家声称找到了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这当然就是标题党新闻了。大众媒体啊，一贯就喜欢过度解读科学家的论文。那么，在科学家的论文当中，戴森球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会迅速地引爆媒体呢？美国物理学家戴森在1959年提出，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由于对能源的需求特别巨大，他们有可能会向太空中发射无数个环日太阳能采集器。甚至把整颗恒星给包裹起来，形成球状。戴森提出的这个概念就被称为戴森球。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细细想来，确实没有哪一条物理法则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文明对能量的需求那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外星文明向他们的母恒星去寻求能量，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呢，我觉得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非同寻常的主张就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那么塔比星奇特的光度变化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在建造戴森球引起的呢？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要留到下集接着说了。
上一集我们说到啊，塔比星系的光变曲线极其诡异，以至于呢让一些大胆的科学家就提出了戴森球假说。那么塔比星系是否会存在外星文明呢？从理论上来说啊，我们当然是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呢，对于如此惊人的主张，那我们当然也就需要特别惊人的证据才行。2015年10月15号到30号，美国的阿伦射电望远镜阵列就对准塔比星进行了长达150个小时的监听，希望能够找到带有智慧文明特征的无线电信号。遗憾的是呢，科学家们没有收到任何有价值的信号，但是这依然是无法排除塔比星系存在外星文明的可能性。因为对于1480光年外的塔比星来说啊，我们的阿伦射电望远镜阵列的灵敏度那还是太低了，它只能监听到超过人类发射能力100倍以上的高强度信号，并且还得是刚好对着地球的方向发射才行。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之下，我们收不到塔比星人的信号，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天文学研究中啊，一般呢我们都会把外星人的这个解释啊排到最后一种可能性的。对于塔比星奇特的光变曲线，天文学家们首先想到的原因那还是自然发生的可能性。在2017年7月，有一组来自西班牙的天文学家在著名的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塔比星奇特的光变曲线就提出了一种自然发生的可能性。哎，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解释。他们提出的模型是这样的：有一颗行星绕着塔比星公转，公转周期约等于12年，轨道半径大约是6个天文单位。这颗行星体型巨大，半径差不多是塔比星半径的1/3。最奇特的是，它带有一个巨大的倾斜的星环，这个星环的宽度需要达到塔比星直径的5倍左右。假如是这样一颗行星遮挡了塔比星，那就能解释2011年3月份的那次光变曲线。然后在这颗巨大行星的公转轨道上还一前一后分布着2片特洛伊小行星群，这种小行星群首次是在太阳系的木星公转轨道上被发现的，在木星与太阳的第4和第5拉格朗日点上分布着为数众多的2片小行星群，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天体物理学成因。天文学家们发现，这种特洛伊小行星群普遍存在于太阳系的大行星公转轨道上。假如围绕塔比星公转的那颗大行星也携带着这样2片特洛伊小行星群，就可以解释2009年和2013年观测到的奇特光变曲线。这个模型啊，光能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那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科学理论想要得到科学界的最终承认，那必须要具备3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啊，它必须要能够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这一点他们倒是做到了啊。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必须还能够预测尚未发生的现象。第三个条件啊，就是这些预测它必须具备可证伪性。这三个条件那是缺一不可啊，而科学的魅力就来自于这种严谨和苛刻。西班牙天文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模型就提出了2个重要的预测。第一个预测是从2021年2月份开始，第4拉格朗日点上的小行星群开始遮挡恒星，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光变曲线，这些曲线的末尾阶段会和2009年的那次光变曲线近似。
第二个预测是到2023年中旬时，那颗巨大的带星环的行星又会遮挡塔比星，于是塔比星会产生近似2011年3月份的光变曲线。那么他们的这两个预测是否会如约而至呢？今天是2020年5月9号，我猜啊，当你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这个答案都已经揭晓了。我猜呢是预测成功了，不知道我有没有猜中啊，你不妨回头上网搜索一下，然后留言告诉我。不过呢，即便西班牙天文学家的预测完全准确，他们的模型还是不能完全解释塔比星的光变曲线。比如2018年那次短暂的光度下降就无法用这个模型来解释。另外，来自开普勒望远镜的数据表明，塔比星的光度从整体上来说呢，在持续的变暗。在开普勒望远镜的观测期间，塔比星在最初的1000天中以平均每年0.341%的速率变暗，在接下去的200天中，变暗的速率突然加快，总计下降超过了2%。但在最后的200天中，它的亮度呢又几乎没有变化。这个情况啊，就给本已经足够诡异的塔比星又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看来真的是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塔比星奇特的光变曲线。自2015年它被发现以来，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天文学家的目光，他们纷纷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2017年11月，同样是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卡兹教授的一篇研究塔比星的论文正式发表。这篇论文就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卡兹教授就认为啊，哎，我们为什么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塔比星的变暗它一定是塔比星系中的事件呢？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太阳系中的事件呢？假如有某一群小天体在太阳系的外围绕着太阳转，形成一个稀疏的太阳星环，它也有可能每隔2年经过一次开普勒望远镜的视线方向，对塔比星进行遮挡。卡兹教授对这个模型进行了详细的计算，他不仅计算了这个星环与开普勒望远镜绕日轨道之间的夹角，还计算了星环的质量、公转周期等等数据，同时呢，也做出了若干个预测。除了刚才这些比较出名的，而且呢，是在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的猜想，其实啊，关于塔比星的猜想，那还有很多。例如，彗星环假说，有一大群个头大小不等的彗星绕着塔比星公转，形成一个彗星环。考虑到彗星的形状并不对称，彗头和长长的彗尾遮挡效果并不一样，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光线的减弱和恢复是不对称的。要挡住主星20%的光，就需要30颗半径100千米或者300颗半径10千米的彗星。黑洞吸积盘假说，假如塔比星旁边有一个黑洞绕着塔比星旋转，黑洞带着一个吸积盘，吸积盘的确也可以造成复杂的遮挡效果。这样的例子也有，御夫座的柱一周围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盘状天体，每27年就把主星遮挡一次，每次持续大约1.5年。但是啊，这个解释呢非常的牵强，因为塔比星啊实在是太小了，它的引力太弱了。如果说啊有一个黑洞在这么遥远的距离绕着塔比星旋转的话，那这种可能性啊实在是太低了。塔比星的诡异光变现象到目前为止啊依然还是一个自然之谜。那位提出戴森球假说的天文学家赖特他就说啊，塔比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银河系中最神秘的一个天体。那么如果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如果能够把戴森球以外的所有的假说都一一排除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认定
戴森球假说就是正确了的呢？有些科学爱好者很喜欢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剩下的那个哪怕再不可思议它也是真相。但是啊，我却想告诉大家，福尔摩斯的这句名言在天文学领域它并不适用。哪怕关于塔比星的所有假说我们全部都一一证伪了，但是我们依然无法证明在塔比星系就一定存在着外星文明，排除法在这里呢是不适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对我们人类来说啊，实在是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领域，我们仅仅只是揭开了宇宙大幕的一个小角，可能我们连真正的舞台长什么样都还没有看见呢。宇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而对于探索宇宙来说呢，找到证据来证明一个猜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信念。不论是太阳系还是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依然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塔比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让我们一起期待人类揭开塔比星之谜的那一天吧。